什么？你是离家出走？皮肤都干了，你就带人有单面，像你我这个平常可不就是很拼命？哇啦，你离家出走就离家出走啦，干嘛要走到我这里？当年的事情，对不起，是我让你失望。那个时候的我，会为了爱情放弃身边所有的东西。当时的我们都还年轻，总要经历一些事情才会成长。我告诉你，今天你可以为了一个人一样东西放弃我们，有一天他也可以为了一个人一样东西而放弃你。我以为当初卡卡放假休假的时候你还会回来拍摄，可是你却没有。我觉得他不是搬去加拿大吗？不小心讲出来呀。 OK， 我决定好了，我决定要去找卡卡，我要挽回他。哎呦，你要去那里讲他 Australia SYDNEY Sydney。 最遗憾不是离开你，是还没说出喜欢你。哎呦，声音这么大，你这样子讲到人家难道我家家欢喜啊？或许有些事不是只要我有心就能改变什么。最遗憾不是离开你，是还没你们东西来了吗？水。Hello。